到了吗？对啊，那个就这样说头巾。真的很像那个女生洗完头，然后包不是都包了头巾啊？你看你后面这位就好，你看他的包、啊、包成这样。纯妈头巾。对啊，有你的感觉。对啊，很多地名都取得非常，跟它的外观是一样的，简单易懂。漂亮，毕竟啊，厉害了吧？厉害，这个真的厉害，这真的是一座很厉害的无人岛，它要看准时间才能够上来的。这如果没有退潮，是在海底啊？对，它的水深会淹到膝盖到腰左右，这完全一堆藤壶啊，热带鱼都在这里。哇塞！而且每个洞都是潮池，天然的水族箱。你们看，有鱼在那边游，对不对？哇，过去看一下，走走走，去看去看。哦，哇！方玉，你嗨。不行啊，这有海胆啊。它的名字叫做梅市场海胆，它没有市场，所以不好吃。它其实是一个姓梅的学者发现它的。你仔细看梅市场海胆，它都藏在洞里面。对，因为其实它就在吃那个洞的岩石啊。它会洞的岩石，它会分泌一些特别的物质来去把这些珊瑚骨骼跟岩石把它分解后，所以你看它们都一粒一粒的在洞里面。然后你仔细看，这边有很多海藻，孕育了很棒的生态。哦，那所以这个岛上很多像这样的鳍。没错。哎，哇，好多海哦。对啊，所以这边其实也是隶属于燕窝海鸟保护区。这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质景观，岩石的分界线。很特别，你们可以往我看到了，右边玄武，左边呢？火山角砾岩。火山角砾岩，好嗨哦！没错，怎么会这样形成？因为它们的年份不太一样，所以这里的话有三个地方在保护它的，一个是国家公园，一个是海鸟，跟我们的玄武岩保护区。是的。这有三尺哎！刚刚传说这一窟比较大，对，然后后面两窟比较小，所以你如果站在那个角度往后看的话，变成一个米老鼠。哦，因为它的脸是哎，对，哦，好多。澎湖版的迪士尼乐园。嗯，看你有没有一个有创意跟想象力的心。哦，这好想下去泡哦。对啊，感觉很冷凉哎。对，那跟一堆鱼这样泡在。然后一人一个，对吗？对，这样就困难嘞，刚刚塞五个。快点，超多钱嘛！你还有大鱼，你看，哇，这一池超厉害的啦，好多只哦。这种钱鳗是不是其实蛮凶猛的？对啊，是哦，因为它的牙齿是倒钩状的，一般潜水才能看到钱鳗，背气瓶。可是这边你不用背气瓶，就可以在里面直接看。对啊，真的是限定。这一块海域它的水非常的干净，才孕育出这么棒的一个潮间带，还有潮池。你们快过来，小丑鱼啊！真的，快点！在那边，在那边，那边有哎，两只大只的，好鲜艳哦！有一只好像石雕的鱼哦，对，比较大的，对啊，好大只哦！我这样想起来，那个澎湖老祖先的只，他们的食物是不是就是这样来的？对，就是他们观察它这样的状态，对，所以他们把食物给发展，这都是食物的祖先，就是潮池，因为退潮的时候，哎，鱼都会在被留在里面，我们就更容易去了。这样，这算是那个澎湖的那个时间限定，限定真的，一天就这么一次。世界上只有像澎湖或特殊地方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玩法跟行程。对。高照哎，水下能见度一定很好，超透的，非常好。我们来这边要探索一个形状很特别的珊瑚礁，一个珊瑚礁长成爱心。对对对，我们下面的教练也说好可爱，教练已经受不了了，赶快赶快，加油！今天水真的是比较凉快点，我还是赶快踢一踢，让自己身体热一点。教练说水下爱心珊瑚，到底爱心珊瑚是什么意思？我看教练在前面跟我打招呼，我有过去看一下。嘿，天啊，这是那个薰衣草森林的那个珊瑚，但是它竟然长得像爱心一样的形状，哎，怎么会那么可爱？哎，这边也没有到那么深，哎，大概五米内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蓝色爱心珊瑚。哇哦，比我想象中的星星还要饱满，好可爱哦！我要仔细去看看它。
哎，好美哦！而且蓝色珊瑚，它们还会有一点点发亮的感觉。然后里面有好多的鱼都在珊瑚里面窜来窜去，这边好像是他们的游乐园，我不知道他们是在觅食还是在玩耍，他们看起来好逗趣哦。珊瑚旁边什么？怎么会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在移动很缓慢？我的天哪，那是保育类的大法螺哎！我从来都只有看过它的贝壳，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大法螺在水里面。我以前只看过它的壳而已，我没想到它像活生生的在我眼前动哎，它刚好在我们的爱心珊瑚旁边。这是我第一次离保育动物这么的近哎！哦，大法螺好厉害哦，阿姐，好大一颗哦，那个法螺好像瓜牛一样，而且我第一次看到活的，它不是装饰物。这么大一颗，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海螺。这里生态真的超好的，这种大法螺我们去这么多海边还是真的没看过，而且他们讲这么大颗，澎湖太厉害了。这样怎样好玩吗？那个爱心。很美，真的哦！你就永远记得那个蓝色珊瑚礁的爱心，很浪漫。放上什么随便一个国外的网站都会爆红的那一种景，我觉得很有可能，因为爱心是个国际共通语言，然后加上这边的海景，对，再来一个浪漫的传说，这个就叫澎湖之心，好不好？真的耶！澎湖之心有你有我。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蓝天白云，然后法师光整个打下来，我跟你讲，阿杰或艾美在里面游的时候就像神一样，可以看到活生生的宝玉链生长在我们澎湖这边最漂亮的海里，那是一种幸福。